家好。你怎么不说我是苏畅？啊，我忘记了。你是不是饿了？我是苏畅。我是美玲的爸爸，我叫大武。今天是2023年第一次带老婆孩子去中餐馆吃中餐。中餐。嗯哼，很久没有吃中国菜。那说明怎么很久没有？在家我做的也是中国菜。是你做的，我说是没有，很久没有去中国餐厅吃饭。今天就正好有这个机会，庆祝一下2023年第一次吃中国中餐，去中餐厅吃中餐吧，顺便记录一下。是的。美玲呢？现在睡着了。美玲，平时也是。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？对。我也饿得不行了，快走。老子不困坐。我们预约了，我们预约了那个是2号桌。2号桌，他说。然后一会儿我说啊，满了怎么办？不太可能，我觉得希望。哎，今天他们要等我们提前订了吗？对，今天一定会点一下你最喜欢喝的那个叫西湖牛肉羹。好，据说那家餐厅，这家餐厅的这个牛肉羹，西湖牛肉羹还不错。好的，去吧。我尝一下。你说了，我都已经特别想吃。美玲，你醒了呀？爸爸妈妈已经点好菜了。美玲已经准备好吃饭，拿着筷子吃自己。美玲也要用筷子吃饭。这个餐厅还不错是吧？环境。嗯，漂亮。还能吃烤肉吗？可以吃烤肉。错，我吃过了吗？我不记得。你吃过了，在中国。啊，真的吗？有人帮我办那个信用卡，我们就吃烤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但是那个东西好像在下面。在下面。美玲，你说，美玲没有吃过包子吗？美玲没有吃过包子，今天是第一次。我说第一。看到美丽现在想玩手机了，我们要庆祝一下。美丽是不是想玩？别说。你才多大你就想玩手机啊？你多大了？你告诉我。1岁是吧？1岁2个月你就玩手机了，可不可以啊？你不要躲起来呀、啊！你不要躲起来。你问问大家呢，你这个年纪可以玩手机吗？可以吗？他要叫你。你不要躲起来。你不要，这里有插座，又被你发现了。不用，这个不可以，是什么？美玲的脾气像你还是像我？像你。像我？哪里我有那么大脾气？坏的都像我是吧？这不是坏的，这个脾气，这个脾气有两个字的，一个是他如果想要得到什么东西，他就用自己这个。用自己的想法对去火的，但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是有时候特别倔强嘛。啊哈，倔强像你？倔强像你？那像什么像你呢？温柔像你？温柔。哦，好的都像你。美女，哭一下吧你。这个肉有。这个肉辣吗？应该是辣。每天一会儿吃包子啊。对他不公平。有蔬菜包子吃，不错了。非洲小朋友还没有包子吃。你又说这个非洲小朋友。想要包子是不是？
给你，你要高一点，到那边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烫，有点烫啊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吹吹的。尝尝，给力，他要喝水。喝水啊？嗯。爸爸。东一方是我们英文毕业生呀，明天没有课放假了。他不喝水。不喝。我们怎么打的？好好好。好好。我肯定不来，你肯定来。要不上箱水给他，上不得水，我水不喝。没了。爸爸给你放在这个水里面，然后这个就不辣了，好不好？爸爸，这个肉已经给你涮过水了，你尝尝看。你自己拿还是怎么样？隔壁叔叔也在吃，你也吃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辣。还搞笑笑是吧？咱们肉应该还可以，希望哪天不辣。他要辣，那应该不吃了。妈妈疼。这个可以吃了。不算，不会吃的饭，不算。明明妈妈今天都没怎么吃，她还是想看。嗯。新年快到了，美玲一直看鱼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uh-huh. 年年有余。是吗？但是他看的时候就感觉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时间，辛苦了，多吃一点，长身体。妈妈给你放。看妈妈先喝，妈妈还得，妈妈还得偷偷的喝。哎，你别说。先喝不喝水？不行，我是有文化的。你看老板叔叔嘛，特意给你弄的面条嘛，你也不吃。爸爸特意给你点的这个蔬菜包子嘛，你也不吃。其实我今天有在家里想，把这些菜点了，爸妈送到家里吃，你可以。后来一想，好像有享受不到餐厅的这种环境，算了，还来了，尝尝这个肉包。我喜欢吃豆腐呀，那肯定要去中国的。去日本好像机会不大了。去哪？去日本机会不大了，因为日本没吃豆腐。可以去中国呀。中国。你邀请我的话，我就去。邀请你。嗯，谢谢，那我去。美丽，美丽。现在终于喝了。可能好了力气吧。我现在也担心，一直担心他。我们吃晚饭。
肯定不喝了奶粉，但是就是奶粉喝了，但是还要吃正常的东西。